在台湾大道上面，台中麦当劳，中港六店，中港六店可以去看一下。之前我在那边上班过，那边有一个大我十岁的主管，她很漂亮，但是在我跟她认识没多久，她就跟一个男人跑了，他们已经交往十年，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她，他们花了十年的时间走入了礼堂，所以我写了这首外送员悲歌，想要送给她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将我的心意传达到那位女妇女的身上哦。大家这首《外送员悲歌》。你要看天线吗？那个海燕。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断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一个队友他叫杨瑶君，他不是每一场都会来帮我们弹吉他，然后这个 IM 是跟他借的，然后结果他今天连天线都忘记带进去，我们真的是骂他，对，骂死他，对，因为大家等一下帮我搜寻杨瑶君的 IG， 然后去私讯骂他哈，骂他，问他东西都不带齐，人还赶没到。欸、可是姚君他其实赚的钱都比我们多，因为他是婚礼乐手、座场老师，还有什么？他是真正的乐手、哦。对，他是月入可以收快30万的男人啊！像我们现在，你看在那边表演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今天其实也感谢有那么多人啊，躲在阴影处跟我们表演，对吧、啊？中间真的很热啦，真的。对吧、啊？心意最重要，因为我们也知道人生嘛，不可能永远都有人陪在我们身边，最重要还是靠我们自己。对，我就在这边晒太阳，你们就躲在屋檐底下，我没差。哎、欸，你那边有晒到太阳？我有啊。你有？我有啊。那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内裤屁股一定全部都是湿的。我现在可以让我看看吗？你自己过来看。我不要。我现在整个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，对，像在大太阳下运动一样。前面好一点，好，我们用一首歌试看看。好，没错，给他一个机会。来，万寿园悲歌，谢谢。
谢谢。